来了。教练好。250号学员对不？对，我是250。这个科一考完了，科二考完了，今天考科三是吧？对对对对。系好安全带。哎，好嘞。出发吧。哎哎，教练，等一下啊。哎，老妹儿，往那边点，往那边点。哎，教练，咱们重新开始啊。喂。哎，教练，你等一下啊。哎哎哎，老妹儿，老妹儿，我要开车，嘿嘿，让一让啊，让让啊！哎呦我的妈！谢谢啊！教练，你这一趟一趟的干啥去了？你没看出来前面有人吗？那你不会用喇叭吗？啊，喇叭啊！那行，来来来来，你把那纸给我。哎呀，喇叭。爸爸，前面的人注意了，我要开车了，滴滴滴！哎，教练真好。咱这么的吧，咱也别练车了，咱一会儿直接去修配厂。上修配厂干嘛？有喇叭你不会用，那不得去修配厂看看是喇叭坏了吗？这不喇叭吗？你摁一下那儿，你看咋回事？这里啊，嗯，哟，对，响了，有喇叭是吧？对对对。要不然你这样吧，你把那科一你重新考一下。为啥呢？你这是基本的知识，车上有啥你说你都不知道。那喇叭不都这样的吗？那个，要不然你这样，我呢给你推荐个好地方啊，就隔壁那驾校。啊。那个教练长得老漂亮了，学费还低。教的还好，设备还齐全。哦，要不你上那儿试试？不是，我那个教练，我问一下，那个教练是男的还是女的？哎呦我的妈！女的，大长发，大长腿。啊、哎、真的？那我去看看去呗。拿回来。这个送给你。你拿着吧，万一到那儿你还能用上呢。用上。啊。滴滴，我走了。哎呦我的妈，这智商跟这学号真是匹配，好一个250，下一位。